觉得我的影集还不错吗？那我这一台《洛杉矶女孩在台北》还有一些其他影集我想推荐，我的最爱四月份有一些狂购记跟减肥版还有芭蕾舞的影片，那不要忘记订阅《洛杉矶女孩在台北》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给我一个赞哦，谢谢。